今天要来介绍一款由 Dark Flash 推出的 GD108 机械式键盘。那如果有人跟我一样，就很享受那种按键的快感，但是又怕吵到邻居的话，我还蛮推荐你们买这一款的。键盘有推出三种颜色，第一个包含了奶咖色以及焦糖色，还有我现在展示的星空蓝。它的各个风格其实都区分的还蛮明显的，可以根据自己的电脑中的色调去做挑选，那氛围感一下就出来啦。在噪音的部分，自从我换了这个键盘之后，室友都会有明显的觉得小声很多。那我在打游戏或者是打报告的时候，其实都可以很正常的输入。其实要打游戏啊，不会因为有时候太激动就突然按了很多按键，就导致 delay 的一个问题，所以我觉得还蛮方便的。大家都会吧。喜欢的点是它可以边充电边使用。那如果就是不充电的时候，就可以看我的心情去背后的脚架也可以自由调整。按键处理选择阶梯键帽曲线，关心你我手腕的疲劳。重点是现在超级便宜的，可以去官网锁定。不用犹豫了，这么好的东西就在米特3C等你哦。